一到夏天就想搵翻条腰出嚟。有人话斋用俗称腹肌神器嘅肌肉刺激仪，唔使做运动都可以减肥腩、谷腹肌。教练，神器系咪咁劲先？如果你本身有好大嘅肚腩，有好多脂肪嘅时候，去用呢部机咧，你纯粹净系用呢部机去课减肥咧，系唔 work 嘅。譬如如果减肚腩啦，咁一定要烧脂啦。燒脂就主要要做大量運動才可以燒去到你的脂肪，你不可以只是依賴個肌肉刺激而不做大量運動。黃師傅幫過歌星陳冠仁變身肌肉男，有不少操肌貼士。去練腹肌就可能要做一些肌力的訓練，同埋注意個飲食。肌肉刺激儀呢，因為它是不需要透過大腦去做運動，直接就透過個刺激落你的肌肉度。如果你配合適當的大量運動，而再用這個肌肉刺激儀去做一些肌力訓練，那是會有幫助的。實戰操腹肌究竟難不難？看看學員 Christy 怎麼說。練腹肌不辛苦，最辛苦的就是燒脂那下辛苦，即是你要去跑步啊，你要去踩單車，去走你的脂肪，那下辛苦的你去練腹肌。你沒有脂肪的時候，你練肌肉會比較容易一點。即刻睇下点样收腰线练腹肌啦！如果你 keep 住去做運動，大概6至12個禮拜都會有顯著的轉變。